首先，我好感謝中央同埋後任特首對我嘅信任。法治咧係我哋香港呢個大家庭其中一塊金漆招牌。喺個人嘅角度嚟講，法治令到我哋每一個人都要生活喺一個真正擁有同埋感受到公平正義嘅社會，從而可以安居樂業，追尋自己嘅理想。從香港整體嘅角度嚟睇，如果我哋要鞏固香港作為國際嘅金融、航運、商業中心，同埋落實建設香港成為亞大區國際法律同埋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呢一個國家根據《十四五規劃》同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對香港嘅期望，法治咧係必不可少。作為一個好熱愛香港大家庭嘅一份子，我一定會堅定咁樣維護法治，好努力咁樣去將我哋呢個金漆招牌拆得更加亮麗，令到我哋每一個人都相信我哋香港係名副其實嘅，讓每一個人香港人深感驕傲，令其他人深感羨慕。為達到呢個目的，我將會聯同後任嘅副司長同埋律政署所有嘅朋友同僚，團結一致，用最大嘅誠意，竭盡我嘅能力，去為賺取大家嘅信任同埋支持。多謝大家。